会带巧克力回来送锦荣。送谁？锦荣。哦。阿凯米短裙秀辣腿，瑞玛奇丹运动奢华不 over。Louis Vuitton 八日举办2018春夏系列发表记酒会，两大混血女星瑞玛奇丹和阿凯米虽然没同台，但分别穿上丝质短裤和迷你裙，在日夜场隔空拼美腿。张轩瑞和瑞玛奇丹这就先为大家示范男女装。它的设计都是比较有跟旅行有关的，然后它的灵感都是来自于设计师去过了很多的岛屿，像夏威夷的图案，我就自己就是很非常的喜欢。我自己身上的衣服其实就是18世纪巴黎宫廷风，然后搭配现在的运动风，有搭配运动，所以我觉得不会太 over。 我其实平常不会穿得太豪华，所以我喜欢休闲搭上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的单品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看下来其实就也很好看。而晚上的酒会气温掉到剩13度，张轩瑞穿着短袖配八分长宽裤，光看都觉得冷呢。我觉得小的那个裤裆有点开，那个风会灌进去。你的鼻子还有出来了吗？我天冷就会有点想要流鼻水，还好还没出来。阿凯米则藏了三个暖暖包，穿上迷你短裙出席，透露农历年将会回日本陪家人。是今年情人节，今天比较特别。哦，我最爱的那个人。是爸爸跟弟弟。有帮他们准备特别的啊，日本人喜欢送那个 chocolate， 会带巧克力回来送锦荣。送谁？锦荣。哦、oh, ，no， 如果他要的话，他可以自己买吧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